那有一个不情之请，那个我给你带来了这个面包蟹，能再做一遍吗？可以啊，没问题啊，我再给你做一遍。那这个能让我尝一口吗？行啊，对，有点辣的，香味儿很大。嗯，我们不客气了，尽情品尝。是吗？你流口水吗？我自己肯定流口水啊，我自己最喜欢吃了。哎，我这样，我这人很记仇。哇，好辣！味道不错。当然了，这是用我自己秘制的酱做的。首先够辣，第二点呢，蒜香味更浓，第三点，海鲜的鲜味没有被遮住，对，还不油不咸。首先呢，做一个酱料，这个酱料呢是它的精髓，如果没有这个酱料的话，就没有这么好吃的香辣蟹喽。那就首先是我们的蒜蓉，然后呢，其次呢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辣椒。那这个辣椒呢有个特点，就是我们不要用大的，不要用这种辣椒，是这种来做，就是辣椒不要干辣椒，要辣椒面，对，不是辣椒碎，看是一粒的。但陈大叔看一下，辣椒面跟辣椒碎有什么区别了？辣椒面成粉了，辣椒碎，对。哎，你真的就。就活得太严谨了吧，就是这个都必须讲究，我弄成粉怎么了？作为老师就要以严谨和诚恳的态度来对菜也是一样的负责任呢。好吧，那就辣椒碎。好，辣椒碎。那我们现在看大概两头蒜，那蒜跟辣椒的比例呢一定要严谨，因为我们做菜呢严谨呢才能好吃啊。那这个辣椒跟蒜的比例一定要多严谨？辣椒就是45%的比例，那蒜呢就是55%的比例。蒜是55%，没错。辣椒是45%。聪明的学生。嗯，好。就是哎，我换算了一下，你看我算对不对，老师？11:9，就是蒜是11份，比如11勺的蒜蓉，对。然后呢，用9勺的辣椒。嗯。哦，好。数学也挺棒的。谢谢老师夸奖。那好，我们现在呢，把这个辣椒跟蒜呢，把它放在一起，搅拌均匀了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先放油，注意一定不要先把它放进去。那我要是先放进去呢，老师会失败。好，我记住了。要是这样寓教于乐的方式，老师要都这么温柔的话，我想我当年应该都已经考上清华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差不多已经是90度的油温了，我们把火关掉。你刚讲这是独家秘制辣酱，你想好了，今天只要你一做，全国人民都知道了，再也不是独家了。要分享，分享才是最美的敞亮境界。我帮你。好的，然后我们就一边拌着一边倒。对，然后慢慢来啊。然后我们拌一下。有点像陕西的油泼辣子，对，就很香，蒜香味油泼辣子，有点那意思。OK。这个秘制的酱呢，我们就先放在这儿，然后让它发酵。发酵。发酵两天呢，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，看到了吗？那你闻闻这个味道，你再闻闻这个味道，你对比一下。老师，你的逻辑很奇怪，辣椒跟蒜用油泼了之后，怎么可能发酵？发酵应该有菌一类的东西叫发酵，现在它没有，只能叫沉淀两天。好处是降解一下蒜的冲鼻的味道，然后辣椒。原来是这么回事儿。老师，这个我收了，专业性，我搁这儿。OK， 我搁两天。一个麻辣的女教师今天给我们做一道麻辣的香辣蟹。来，大家都闪开。好。好。我服你是条汉子。那我们现在开始。开始做菜。我们的节目用油是嵊州白金优选食用油，嵊州为国人制好油。放入花椒，花椒数粒，若干粒，这得有个50颗。对，然后呢，我们这时候把最主要的这个沉淀了两天的辣椒酱，沉淀了两天，对对对，放进去。然后我们放进去。陈大厨，能麻烦你帮我拿一个那个木质的吗？这个我揣不出来。对，为什么铲子必须得用木铲？小不小？我觉得这个木铲小不小？不小，会更接地气一些。我个人喜欢用这个木铲。哇哦哇哦哇哦，可以了。自带音效，哇哦哇哦哇哦。我们把这个辣椒放进去。白糖几勺？这些就可以了。就是一大勺。对，一大勺。然后这个辣椒面呢，其实就要看自己口味了。那如果说比较喜欢吃辣的朋友呢，那可以多放一点。那我陈大厨口重吗？我口轻，那就少来点啊。我没有，照顾一下。然后呢，现在我们来放这个，我给你加料酒了，生抽，因为料酒会香，不需要放料酒的。咱的葱姜，最后放，然后我们生抽，
好，然后呢，辣椒酱这样的勺子呢，我们就放个大半勺进去就行了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豆豉，豆豉的类似的，对，辣椒酱我们放进去。最主要的味道呢，还是在于这个秘制的这个酱的这个味道。因为我当时有曾经试过用一些其他的酱来做，做出来的味道是完全是不相同的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不是很好吃，就是老干妈都不如你那个。说对了、那我们现在呢就可以闻到味道了嘛，我们再把这个葱和蒜放到里面去，葱蒜在里面提香，同时能够去腥，对吧？对对，提香。但料酒真的可以去腥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时候烹料酒刚合适。一定要放吗？加吗？会发不加，就是不加。要有自己的特色。好的，我们就把这个螃蟹呢放到里面来。我跟你讲，就刚没加螃蟹之前兑点水能直接当火锅吃。 No 这道菜呢最有意思的，它一不用油来煸，那二呢不用水，一滴水都不加。对，你现在有点干，我给你加水。 No 不需要加水、啊、不需要加水。加凉的加热的？不需要加水。加热的？不干了，糊了。待会儿一定不会糊。你现在一滴水都没加？对啊，料酒也不搁？对啊，什么都不加呀、啊、但是也我保证不会腥，而且会很干香。你这是干炒？它的肉很紧实。这个干炒不要就不要。你很轴啊。该出锅了吧？出锅了。回这个回下我要吃它。我要吃，把放里回就可以了。哎，咱们做菜这个过程大概也经历了半个小时，半个小时了吧？对，就搁半小时差不多了。反正我看已经凉了。像海鲜啊，最好不要第二天吃，要当天吃吧，因为第二天吃啊，它蛋白质降解，降解以后呢，容易伤肝伤肾。对对对，我以前的小伙伴就是中午的时候打电话、说你要把这东西都做出来，我晚上要拿这道菜做夜宵。哎，这个是新的，这个是回锅的。你认为就是红的这个，就是回锅的这个更好？说的小伙伴一致。表决说这个更好吃，是吧？哎，稍等，阿当的，发语慢一点。阿当的，我们香辣蟹呢要配上一杯酒晃一晃，然后优雅的吃才好。很讲究吗？来吧，我们干一杯，要慢下来。杜斯猫，然后呢？然后我们是来桑德就是干杯。我先尝这个刚刚出锅的。哎，你看这个黄就看得出来，没有进油。对呀、啊，很紧实，它的肉比较入味儿，非常的过瘾。哎，我再尝尝这个，这个是就刚刚已经咱们回锅了一次了。对，真的有区别啊。对，刚刚我吃这个肉是紧的，然后二次回锅的这个是肉更绵软。对，然后呢，同时味道更进去，就是它那个辣的味道自到这个里面，所以你嚼这壳的时候都有味道。对，有区别。对。55的蒜跟45的辣椒，90度的热油撇在上面，把这个螃蟹肢解掉，晒干晾干，分解之后呢，要把它给拍碎了，更容易那个入味儿。锅里边呢，放上花椒、辣椒，我们的秘制的酱料，根据自己的情况呢，可以放一些藕啊，自己想吃的这个味道，放到里边炒，大概是有个5-6分钟的样子。出锅之后再进行一个沉淀的过程，二次吃才会更好吃一点。泰德乐调味品和露露星露喊您回家吃饭，同时呢，泰德乐调味品和露露星露提醒您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，您就知道这个必须回锅的香辣蟹是怎么做出来的了。那今天您带来什么菜？今天咱做一个老北京微牛肉啊。牛肉我喜欢呀、运动吗？牛肉吗？你为什么声音发出了颤抖啊？这怎么了？因为我从来都不吃牛肉呀。你从来都不吃牛肉，为什么？就是我嫌它膻味很重，是吧？吃不下去。对，而且我可能比较喜欢吃那种比较嫩的、比较软烂的，还软糯的感觉。对。哎，精彩的事情来了！今天呢，陈大厨给我们准备的是牛肉，但是我们的麻辣女教师她坚决不吃牛肉，怎么样才能够？是吧？满足人家第一个是没有膻味儿，对，另外一个特别的软烂。你告诉我膻吗？这味儿？没有膻味儿。确定吗？一会儿可以试一下。牛肉是在，我现在去拿。万一待会儿真的做的不好吃的话，也麻烦你提出意见来。反正又不是我做的。老北京微牛肉里咱加一点窝骨筋。窝骨筋，对，它是什么？它就是牛的骨头关节那块的筋，就是这儿。对，这一个上架，对，还有上的，你摸就是后面的这个窝骨筋，为什么要加它？加它好吃，哦，就这么简单。为什么好吃？牛腩软烂，
拨五斤，软糯。哦，口感还不太一样。口感非常的香。咱们现在开始操作吗？切啊，切。对，等着吃牛肉呢啊。今天呢，咱用高压锅。用高压锅压出来会不会没有煨出来的好吃啊？口感什么的都差不多。那为什么传统的人不用高压，传统的做法不用高压锅，非得用煨？最早的时候应该是没有高压锅吧。哦，是这个道理啊！原来这么回事。对，是这个道理。这个是窝五斤，是不是老北京说那筋头巴脑啊？对，啊，哦，他要想炖的特别烂糊，让老人孩子都能吃不容易。所以咱用高压锅先初步熟处理一下，嗯，然后咱再搁蒸锅里蒸它，给它蒸的软烂，让它筋里的胶原蛋白也能充分的出来。土豆说一下。土豆咱不是直接拿刀切，那要干嘛？那怎么切？拿刀尖掰啊。不是，为什么要这样呢？弄得不平整不好看，便于入味。这正好是两个土豆吗？两个土豆，两个。趁着这个时间呢，咱兑一个碗汁儿，就不用单独的去给它再加料，到时候再加料了。哦，那您调味比例告诉大家，比例二斤肉加太白的酱油，基本是在40克，40克就够了。对，然后呢，生抽咱加20克，嗯，花雕酒咱加60克，然后是老抽加10克，10克，哇，这个真是酱是冰糖基本上加60克，幸亏准备了冰糖。哎，行，汁儿已经做好了。先放一边，这油给您也做上了。行了，油温差不多，咱下肉。陈大厨本身就是北京人，对，就这道菜也是从小家里做的，是吧？对。这个牛这个什么骨，就是膝盖的这个筋，是先下。对，先下，先炸一下。第一步是去腥，第二步是让它表面炸完了有一种蜂窝状，让它好吸味。哎，这么回事。行了，这个可以捞出来了。到那个里面，来，咱往里加水，因为马上要用，是吧？咱们加的水呢是凉水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慢慢的加热，它里面的血紧出来。因为要是开水的话，它表面迅速收缩，里面的血沫子是出不来的，是这个道理吗？就是这个道理。冰糕，咱们飞水的时候啊，往里加点料酒，就是普通料酒就可以了。对，普通料酒最好用花雕酒。哦，就是。陈年的也不用陈年的，只要味儿重的就行。嗯，它这沫用把它都撇开吗？用，等待会儿开了锅以后再撇。嗯，锅已经开了，你看上面都起沫子了。哎，可多了。嗯，把沫子撇了。这就是所谓的那个脏东西啊。对，最腥的就是这个了。沫子已经撇完了一层了，嗯，然后咱往里续凉水，再续凉水干嘛？对，让它的里面没有煮出来的那个血沫子再逼一下，哦，再沸一次，对，这样做的目的是又一次的更好的去腥。今天反正您就把握住两点，第一点让这牛肉吃不出一点膻味来，第二点让它软烂的就老人孩子都能吃，没牙都能嚼动。所以咱就说压完了以后再上锅蒸，嗯，肉不会散烂，然后牛筋也会烂。你看，这次再撇完了沫子就是白的了，不像一开始是黑的啊。嗯，好，咱们先把牛肉先放锅里面。先放锅里，这量很大呀。咱们可以这顿吃不完，可以放到第二顿再吃。对，刚好回锅蒸一下。对，明天中午有饭吃。加油，来下个香料。就是最基本的桂皮、大料，对，香叶。做这种菜啊，不用香料太多，香料太多，整个香料也夺走了肉的味道。嗯，喧宾夺主了。对，哎，把这葱姜煸黄。嗯，这一步很重要。比如咱在家放高压锅里压，为什么没有香味？就少了这一步，就少了煸的这一步。对，煸的这一步，反正就煸香就行，也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，说煸成什么样。经过这样煸黄了以后，加了里，它出的是葱香味。嗯，如果直接加葱，出的是烂葱的。嗯，葱软了，让葱上点色，然后稍等，咱们往里加点黄豆酱。哦，酱香的味道。就是普通超市的黄豆酱。对，黄豆酱也稍微煸一下。好，味道已经出来了，好香。
这味儿，放到里面去，香。来，咱把刚才兑好的这个碗汁倒里，稍微加一点水。哎，好，加了一小勺，够了，够了。哦，还没有没肉啊。对，然后压，关火部位给它压20分钟。来，好，点火，上气儿以后，20分钟。20分钟的刚刚给它高压的时间已经过去，现在又等了10分钟，这应该凉了。凉了，咱可以开盖了。可以吧？哎，开盖了。好期待呀！哎，我好了。哎，还好不错的样子啊。啊，我想脑袋扎里面不出来。咱们用这个里面剩余这点汤，把土豆，把这个土豆放。所以土豆本身，哦，土豆不能搁里面压，一压的话，对，就面了，对，面了。咱们快点肉汤，哦，用这个肉汤是吧？用肉汤蒸这土豆，行香，然后咱们再开火收一下汁儿，哦，收浓了，对，大火收汁，大火收汁，现在拿蒸锅吧，拿蒸锅再热上，备上，哇哦，因为我们经常用这锅蒸鱼，够吗？够了。行，牛肉咱们也行了，收了收了，拿个碗。哇，咱们那个要蒸之前啊，咱们先把它封上，防止它蒸锅进水。好，20分钟到半个小时就可以了。牛腩切块，牛窝5斤切块以后，先过油炸一下，以后和牛腩一起飞水，两碗下锅能更好的将血沫子逼出来。开锅以后呢，把血沫子撇出来，然后往锅中加凉水，再憋一下它血水。放油煸香，把那个飞好水的牛肉还有牛筋放入高压锅，将提前兑好的碗汁下到锅中，高压压20分钟，取出放入蒸锅蒸半个小时即可。我去拿饭去。我们的节目用米是由中粮福临门大米提供，好在要有好饭配哦。来吧，咱们下饭，绝了！哎，闻着现在有没有膻味儿？没有，真没有膻味儿，特香。我用一件事情来体现它烂不烂，我随便夹一块儿，我搁这白盘里啊，一下能烂吗？应该能。把压扁，就一下，一下子完全就烂乎了，而且很入味。对，泰特的调味品和路路鲜肉露喊您回家吃饭，同时呢，泰特的调味品和路路鲜肉露提醒您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，您就知道这一道不膻，就是没牙都嚼得动的老北京煨牛肉是怎么做出来的了。你今天是要给我们大家带来的是杂粮掉渣饼，我们要用高筋粉、低筋粉还有油麦面、油酥当成馅儿一样包在里边，真不错，好好吃，好嫩哦。大厨来是要给我们做正宗兰州牛肉面，这血水有什么用？保持这牛肉汤特别清，你稍微再厚一点。哎呀，这是刚刚现场拉出来的一根头发丝那么细的面，辣椒放里面，可以了，好了。好嘞，你要快这个汤，因为这里面有冰糖，所以吃起来有点甜口。我觉得老人孩子会爱吃，很烂。对，比刚刚还烂，而且比较软嫩。刚才吃火五斤的还有点弹性，所以回锅一蒸，它更软更烂了，在嘴里有点化掉的感觉。而且筋，按炖来说是最腥的，你尝这个腥吗？我这已经吃了。关键下饭呀、或者今天我一开始误会你，我觉得你有可能给我吃剩菜，但是你回锅之后真的更入味了。对，大厨这个呢，老北京煨牛肉，它回锅的一蒸一下，它变得更软烂了，对，更一口了，对，火候更足了，对。你们俩说着，我先吃会儿啊。我吃。